来！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《昆仑决57》，这是一场63.5公斤级的踢拳规则超级战。我是现场解说张太海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决亚伟。小黑林强邦，他的对手呢是来自巴西的伊塔洛。突然的高扫啊！这个不是 MMA 啊，这是踢拳。小黑林强邦啊，这种冲劲儿确实大，而且他也是在昆仑决擂台通过我们的新秀赛、城市英雄、B 级赛一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啊。对。林强邦速度很快啊，发力很干脆。对。而且今年只刚刚满了20岁啊。飞膝。林强邦在参加我们昆仑决的二线、三线比赛的时候，有过2次是用飞膝 KO 对手啊。对。很敢出动作的一个选手。嗯，对。哎，这个伊塔洛是明显的有着很多的抱摔训练啊，因为很多动作一近身的时候是本能。对，他有这种搂腿。刚才我看到林强邦做了一个散打的腿伸到腿中间的一个防摔动作啊。是。哇，很强的低扫。好漂亮！突然的变现。这个动作也对。哎，领先，没打西。哎，这个巴西选手好像练过散打的感觉啊。对对对，这个抱摔的西法是没有杀伤力或者没有这种进攻性的话，也是不允许的。对。One, two, three, 我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，这个裁判为什么要读秒啊？因为选手他的起身很慢，有这种缓冲自己的嫌疑啊。对。巴西选手这个现在已经完全在懵掉了啊。是。这个节奏是完全没有打出来啊。嗯，对。其实本身这个巴西选手啊，他的水平可能要比今天的状态要好得多。对。但啊，漂亮。很准啊。打准。现在要揪细节的情况下了。